这是十个女人走向毁灭，受到法律严惩的真实故事。它深刻地警示人们，在任何时候，都要坚持高尚的品格、人生的责任、社会的良心、健康的生活。大姐，你叫我大姐，您这是去哪儿啊？到湖川去，有啥事儿？太好了，我问了好几个人了，都是去别的地方的。你到湖川去啊，我能不能请你叔叔帮个小忙啊？帮啥忙啊？大姐，没什么，你看我一个女人家能有啥大事儿啊？哎呀，反正要到湖川去，我想请你顺路帮我把儿子带到湖川去交给他爸爸。湖川市刑侦大队啊，请问是曹队吗？我是 K83列车的乘警张辉，上次冰毒案子我们在火车上见过一次。哥们儿你好啊，上次那个案子还真得感谢你们，要不是你们，我们队也不可能这么快就破获这么大一起冰毒案。说句真心话，要不然那些毒贩子还不知道要祸害多少人呢。哪里哪里，那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我们的列车啊刚刚到湖川，车上发现了一具婴儿的尸体，请你们协助调查一下，保护好现场，我们马上就到。哎，头儿，咱们去哪儿啊？火车上发现一具婴儿的尸体。当时的情况跟我们说一下。等旅客都下了车，我就过来打扫卫生，顺便检查一下旅客有没有遗忘的物品。打扫到这个铺的时候，看到下面有一个黑袋子，我觉得奇怪，就拿出来一看，原来是个小孩子，而且已经没有呼吸了，所以我赶紧报了警。你对睡在这个铺上的旅客有什么印象吗？有，一个中年妇女。哦，他还烫了个头，他是在梧州上的车。梧州？哎，别挤别挤！哎呀，
哎，别挤别挤，排队排队，让抱孩子的女同志先上来来，别挤了啊，别挤了。哎呀，来排队排队啊。加点水，这边要不要加点水？这男孩女孩啊？嗯，多大了？哇，男孩，两个多月了。哦，这孩子挺闹的，是不是病了？不知道为什么，不停的哭啊哭，烦死了烦死了。一定是不适应环境，那么小。哎，不过你别着急啊，嗯，如果有什么困难，嗯，找我帮忙就行了。啊、哦，谢谢啊，谢谢。那你到了湖川有没有人来接你啊？啊，啊，我老公在那儿打工、啊，他会来接我的。好、啊，那好、啊。反正一路上这孩子经常哭，他也没有别的办法，一哭就喂奶。他在什么地方下的车？就在湖川下的车。列车快要进站的时候，我看到他在给孩子收拾东西。等列车停稳了以后，我下去开了门，嗯，列车长让我去了一下。过了两三分钟，我看到他在下面，手里没有孩子。我问他，他说是被他老公抱去了。我想，嗯，是他老公抱去了，也就没在意。你再好好想想，咱们发现的孩子是不是他那孩子？刚才已经看过了，就是他。这刚生下来几天的孩子在车上死了，当妈的肯定是特别伤心，绝不会这么冷静，更不会把这孩子偷偷给扔了。所以这个人做法肯定有问题，至少这孩子是有问题。对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小高，你下车的时候不是碰到他了吗？有什么异常反应没有？没有。想想也是，这一路上他和孩子的样子好像不是很亲热，老觉得烦。现在想起来还真不像是个当妈的。曹队，要这样分析的话，这问题就复杂了。根据我多年来在列车上工作的经验来看，这女的可能是驴子，就是帮着贩卖人口运送孩子的。哎，是不是前两天江西还有成都警方通报的呀？说是从医院抱了孩子出来，然后卖到农村里去。对对对，本来以为啊在不发达地区有，没想到列车上也有。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找着这人，只有找着人，咱们才能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拐卖孩子，孩子从哪儿弄的，要卖到哪儿去。你刚才说他是梧州上的车？嗯，是的。咱们现在就假定他就是个拐卖孩子的，孩子死了他下一步会干什么？我觉得啊，他会立即回梧州的。他应该回梧州，他得回去跟他的上线解释。最近一趟去梧州的车什么时候开？嗯，20分钟后吧，二站台上车。咱马上行动，把全车搜一遍，把这个烫头发的女人得找上。我们要不要考虑一个预备的方案？这万一这个女的没有回梧州，而是去别的地方了，或者留在咱们湖川市躲一段时间呢？这倒是有这种可能性。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，这个女的确实是孩子的亲生母亲，但是因为一些咱们不知道的原因，孩子死了顺便给丢掉了。这不大可能，咱们暂不考虑这个，就按照她马上回梧州来推断，也希望这个推断是正确的，要不然这再找她可就难了。这样吧，咱们来分个工。张队，你带着刘毅一组，王志强和小高一组，小王跟我一组，咱们分头查找。
曹队，再见了，辛苦了。啊，不辛苦，不辛苦，谢谢，谢谢。再见。姓名？马桂花。年龄？33。住址？湖州市三水乡河边二组。来湖川干嘛呢？打个工，赚点钱。一个人来的？还带着儿子一块来的。你儿子呢？说话呀。死了。尸体呢？扔了。扔哪儿了？就在车上。那怎么又坐到回五路的车上了？儿子死了，没心思打工了，就回去呗。你丈夫呢？在家。他没在这儿打工吗？没有。嗯，说的都是实话是吧？都是实话，我没撒。撒什么谎啊你？我没撒谎，我说的都是真话。真的啊？你刚刚跟列车员说什么呢？说你抱着孩子，他来找你丈夫的。你丈夫在这儿打工，对不对？那我不这么说，他，我怕他知道我一个人带个孩子会害我的。所以说，你刚才下车，偷偷的把孩子扔了，然后告诉列车员，说是你丈夫带走的，对吧？我把孩子放到车上了，我不这么说，他们不是要问的。说的都实话是吧？没撒谎。在询问笔录上签字。这儿。不过有一点我要告诉你，只要你在这上面签了字，你就必须负法律责任。签呢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警察挺好骗的呀？谅你都不敢签。老实说吧。我还是说了吧。那个孩子不是我的。是我替人家带的，你反正啊是要到湖川去的，我就想请你把我儿子带到湖川去，交给他爸爸。这是1000块钱，500块呢是给你的酬金，另外500块是孩子路上的开销。等你到了湖川，把孩子交给他爸爸，他还会再给你500块的，你看怎么样？这么多钱啊！为什么你不自己去送，你老公接就行了呀？我单位里刚好有急事儿，走不了，孩子他爸爸也走不开，所以没有办法，只能这样了。求你了，大姐，就帮帮我吧。你是不是嫌钱少啊？那倒不是，比我一个月挣的还要多呢。我觉得这个责任太大了，我怕我干不了。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好人，而且我感觉你肯定也刚生了孩子，还有奶可以给我儿子吃，求你一定要帮帮我。这是我老公的地址和联系电话，你下了火车就打这个电话，他会来把孩子带走，把钱给你的。其实啊，你也就是在车上帮我带4个小时的孩子，就能挣1000块钱，又帮了我，又赚了钱，你看多好啊！好吧。那女人长什么样？高鼻梁，长着一双凤眼，反正挺好看的。她没给你留联系电话吗？没有，她就给我她老公的电话。这就是地址和电话号码，还有他给我的1000块钱，我花了一些，就剩下850块了。那你跟她老公打过电话吗？我哪还敢跟她老公联系哦，
孩子死了，我怎么交代啊？人家托你办事儿，你收了人家钱，这孩子死了就这么一扔完事儿了？那我怎么办？是他自己硬塞给我的，那么小的孩子，谁能保证不会出事情哦？死都死了，还怎么办？要是我找她老公，他怪我，他让我赔，我把自己卖了都赔不起哦。你别跟这儿胡扯了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干的这些事儿已经犯法了，要坐牢的，知道吗？你要想减轻点罪责，最好老老实实说实话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你们不相信我有什么办法？好，你在这审讯笔录上签个字儿，等你想清楚了再说。三娃，大导，马上去查一下这个地址，就知道他们在玩什么把戏了。好，好了，拿衣服。你们马上去实地查一下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是。就这儿了。你们找谁呀、啊？哎，警察，高阳在吗？高阳，没这个人呀，你们找错了吧？可是这地址写的就是这小区501室啊，你看看。地址是没错呀，但是我老公姓徐，叫徐向东，我姓朱，叫朱慧仙，没有高阳这个人呀。不信我拿户口本给你们看。啊，谢谢啊。不好意思，打搅了啊。没事儿。这个马桂花啊，太万恶了，整个一满嘴跑火车。这人我怎么看都不像一良家妇女。没错，假话一套一套的，害咱们白跑一趟。我看啊，100%是个人贩子。哎，回去跟头汇报一下吧。估计啊，咱们只有回梧州一趟才能把事情弄明白了。哎，小卢，开快点。脑袋抬起来。看清楚了，上面的地址、姓名、电话全是假的。啊？不可能吧？那他给我干什么？对呀、啊，我教你干什么呀？现在是我们在问你，告诉你，你的假话现在一句一句的被戳穿了，还不想交代是吧？是真的呀，我没有说假话，这个字条就是这个女人给我的，我怎么知道是假的呀？这个死女人故意整我，指不定是跟哪个野男人生的私生子，处理不掉了才这样做的。继续啊，编呢？你想象力够丰富的。再问你一遍，真实姓名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我叫马桂花。住址？梧州市山水乡河边二总。嘴硬，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？告诉你，我们已经跟梧州警方联系过了，山水乡河边二组根本就没有你马桂花这人。
是不叫马桂花，我把人家的孩子弄丢了，我害怕人家来找我，我才编的这个假名字。真实姓名？我们家在三水乡，高粱村二组。我问你姓名呢？刘梅。总算说了句实话。我告诉你，你的情况我们已经摸得一清二楚。你真实姓名叫刘梅，自打生完孩子之后就从家里消失了。说说，为什么离家出走？这两个多月时间之内，你都去了什么地方？都干了些什么？两年前我生了个女儿，公公婆婆嫌弃我，整天挑我的毛病，老公也恨我没给他生个儿子传宗接代，没有办法，只有怀孕再生。没想到又生了个丫头，这下糟了，我简直没有办法活了，他们成天就找我的麻烦，一气之下我就跑了出去，在湖州劳务市场找工作，因为我有奶可以给那些没奶吃的孩子喂奶，所以我一边奶孩子一边做家务赚一点生活费，不多的，很少的，所以我一直想找一个能多赚一点钱的工作。我听劳务市场的人说，湖川的人钱多，在湖川给人家当保姆比在梧州要高一倍了，所以我就到了湖川，没想到碰到这种倒霉的事情。这回说的都是实话。那好，把你刚才说的去当过保姆的家乡地址都说出来，我们会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排查的。一直在给你机会，而你呢，你不单不珍惜，还变着法儿的千方百计来误导我们。你摸摸自个儿良心，你看他还有吗？人家父母丢了孩子已经心急如焚了，你还惨无人道的把人孩子给……你也是做了母亲的人了，你有没有替人做父母的着想啊？多可怜的孩子呀！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忍耐是有限度的。其实刚开始有几天我给人家做保姆的，可是太累了，我实在做不下去，后来我就一直在沟眼里卖淫，我不敢说实话，真的是太丢人了，求求你们千万别告诉我们家里人，他们会打死我的。好了，说说孩子的事儿吧。是我说的这些呀、啊。那个女人把纸条给了我，把孩子给了我，我问她要号码，她说不需要。我问她如果找不到怎么办，她说不会找不到的。其他我都不知道了呀。其实我觉得这刘梅挺可怜的。自己吧，因为在家里生了两个女孩受虐待，这出来还得靠卖淫挣那么点钱生活，真够惨的。我觉得一个人不管他遭受多么大的不幸，他都不能把这种不幸转嫁给其他人。就拿那刘梅来说，他卖淫，他整个就是好吃懒做呀、啊、不愿意干活。哎，卖淫这事儿未必是真的，我看他不像是干这种事儿的人。哎，涛，我刚才也觉得他好像有什么事故意瞒了咱们不肯说，在这种情况下咱们应该找点其他途径寻求突破。这是个误区，咱们一直想着从刘梅身上获得口供找突破，别忘了他拐卖的是婴儿，
为什么不能查查这孩子呢？哎，对呀，咱们查查哪个医院丢了孩子，那很快就能查到根源了。没错，马上和梧州警方联系，请他们协助排查梧州的各个妇产科医院，没准能捋出头绪。喂，你好，我是湖川市刑警大队的刘毅。请问这是杨斌家吗？是的，怎么了？听说你们家最近丢了一孩子是吗？是，怎么了？哦，是男孩还是女孩呢？男孩，是男孩子。很抱歉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在从梧州到湖川回来列车上啊，发现了一名婴儿。这名婴儿穿的衣服就是你们梧州市妇产科医院的衣服。我听医院说丢了好几个孩子，而你们家这个又是最近刚丢的，比较符合条件，所以明天您能不能来辨认一下呢？好好。尸体了，就是他们的孩子，杨斌的妻子当场就昏过去了。等他媳妇儿醒了，带他们来看看认不认识刘梅。但是注意啊，千万别让他们正面接触，免得情绪失控。知道了。你们认识他吗？切，没见过。这些个人贩子，一定是他们害死我儿子的。不行，我要找他们，给我儿子偿命。大姐，你冷静点。大姐，大姐，我们一定会和梧州警方一起查下去，一定会将犯罪分子绳之于法的，请你相信我们好吗？行了，都跟你说没时间了，下星期再说吧。我在这上班呢，别再打来了啊，再见。哎，小小，你又换手机了，可真有钱呀。不就是个手机吗？没几个钱。还谦虚呢，别以为我们不懂，这手机可是最新款，值好几千呢。去去，带男朋友给你买去啊。他呀，两个月也挣不了那么多钱。还等他买，把他卖了也不值那个钱呀。现在这个刘梅坚持说，他只是为了赚这一千块钱，是帮一个女人顺路把这孩子从梧州带到湖川来的，其他的事他一概不知道。由于咱们现在证据不是特别充分，所以暂时也拿他没办法。曹队，我们现在已经接上头了，比我们孤军奋战要强得多，我们可以联合办案，争取早日抓获犯罪嫌疑人。是啊，咱们一块儿去梧州，希望在你们的协助下能够尽快破案，给家属一个满意的交代。对，如果抓住人贩子，一定要把他们千刀万剐。咱们抓紧时间动身吧。啊，你是个人贩子。你为什么要卖我的儿子？你冷静点。大姐，走吧。
你老实点。你现在知道害怕了啊？用不了多久，你编的鬼故事马上就要被戳穿。你干嘛拉着我？今天我就是要让他给我儿子偿命，就算判我死刑，让我去死我也认了，这样我就可以去陪我的儿子了。如果我再说一点情况，你们能不能放了我？说吧。你先答应我，不然我就不告诉你。你以为你是什么人呢？啊，你在这儿跟我们讨价还价？我还清清楚楚跟你说啊，说不说随便你，说了对你有好处，要不然你就等着自己承担法律责任吧。我认识的那个女人好像是个护士。哪个医院的护士？不太清楚。你怎么知道她是护士？我觉得她对市妇保医院的情况很了解，所以我猜她要么是医生，要么是护士。你对医生和护士怎么了解？刚才被那个孩子的妈妈一闹，我想我女儿了。我把事情原原本本的说了，希望你们能放过我，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。我要回家看我女儿，不管我公公婆婆怎么难为我，不管他们怎么给我找别扭，我再也不跟我女儿离开了。我从家里出来，因为那个时候自己还是哺乳期，奶胀得很，我就给我自己到劳务市场找了一个湖州中医院伺候月子的工作，如果人家奶水不够，我就帮着喂一下，这样自己也舒服一点，每个月还可以赚800块钱。有一天晚上我去打开水，我看到一个护士和一个姑娘在说话。你们这有没有那种哺乳期的月子工啊？有啊，怎么你想找啊？我一个朋友刚生了孩子，没奶，孩子又不愿意吃奶粉，饿得不行，他又着急得要命，让我赶紧给他找一个。多少钱都没有问题，只要能让孩子吃饱就行了。但是你也知道，现在这样的人啊都不好找了，我已经跑了好几家医院了，都没有找到。我们也就一个，年纪还行，相貌也还可以，农村的，身体好，奶量大。那太好了，你能不能帮我找过来让我看看啊？我会好好谢谢你的。谢什么谢啊，师姐嘛，这点小忙总要帮的呢。就是他刚睡下，不知道能不能叫醒，我去帮你看看吧。好。哎，刘梅，正找你呢，刚巧碰上了。啊，什么事啊？来，跟我进来一下，有好事找你呢。什么好事啊？这是我师姐纪晓明，她想找个月子工，你们先谈吧，我去查房去。好，谢谢啊。纪小姐你好。你叫刘梅是吧？是这样的，我有个朋友刚生完孩子，没有奶，孩子呢又不愿意吃奶粉，所以比较麻烦，事情呢是比较急，如果你方便的话最好明天就能去，报酬那方面就不用担心了，你在这里一个月能拿多少，最起码给你翻一倍。我在这儿拿800，能拿到1600吗？没有问题，只会多不会少。啊，那我到哪儿找你啊？啊，等一下。明天早上10点，你打这个电话找我就行了。
谢谢你啊。嗯，我先走了。季小姐，我就是那个月子宫刘梅啊。刘大姐，喂，你好。给我吧。哎呀，不要这么多的，17块就够了。我就叫你刘大姐吧。别跟我客气，拿着吧啊！你到梧州来以后，还没有去公园玩过吧？我带你进去转转，边转边说啊。嗯，来，大姐，嗯，你有几个孩子呀？两个女儿。真幸福啊！你们农村就是好，还可以生两个孩子。幸福？你们城里人真会开玩笑，我死的心都有。为什么呀？哎，在农村啊，生两个儿子是幸福，生两个女儿，你都不知道我公公婆婆有多封建。哼，为了这两个女儿啊，他们都快把我逼死了。什么讲到大姐你这么苦啊，那你现在逃出来赚的钱够花吗？够也够了，每个月800块钱，除了交房租，剩下的也没几块钱。干活累不累？怎么能不累呢？我月子还没做完就出来了。哎呀，每天干这么重的活，累得我真是腰酸背痛的。有的时候累极了，我死的心都有。大姐，你真不容易，为了生活什么苦都受了。还不是为了赚钱嘛，不然谁愿意遭这份罪呀？哎，你朋友不是要月子宫吗？咱们赶快去吧。大姐，你有没有想过换一种活法？换一种活法？哎，季小姐，你意思我不大明白。我们能够认识也算是一种缘分吧。本来我是想把你介绍到我朋友那儿去当月子宫的，但是我听了你的遭遇，我太感动了，我想好好帮帮你。季小姐，你这份心我真的很感动。如果能拿下这个工作，我只要1/3的工资，1/3归你。大姐，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我是真心想帮你的。那我总得报答你吧？我不需要你的报答的。这样吧，我问你，如果有一份工作能让你每个月赚5000块钱，你干不干？那当然干了。不过我又没有文化，这么好的工作怎么轮得到我呢？这个工作是不需要文化的，需要的就是像你这样正在哺乳期的妇女。啊，这什么工作？还是月子宫啊？你就知道月子宫，你的奶水难道能流一辈子呀？那倒是不会，不过我就是不明白，这到底是什么工作嘛？大姐，我问你，你到底相不相信我？相信。你对我最好了，我到了城市来之后，只有你对我最好。好，那大姐，先坐下吧。好，既然你相信我，我问你，如果每个月我交给你几个小婴儿，你替我把他们送到指定的地点，交给指定的人，每个月给你5000块钱，你干不干？啊，你这是让我卖孩子啊？
细雨冷风中，多少繁华如梦，曾经万紫千红，随风吹乱。蓦然回首中，欢爱宛如烟云，似水年华流走，不留影踪。我看见水中的花朵，想要留住一抹红，奈何辗转在风尘，不再有往日颜色。我看见泪光中的我，无力留住些什么，只在彷徨追忆中，还有些旧梦。这纷纷飞花已坠落，往日深情早已成空，这流水悠悠匆匆过，谁能将它片刻挽留。感怀飘零的花朵，尘世中无从寄托，任那雨打风吹